当然看这个浏览器篇哦，但是你会发现我在这边特别强调一下，你浏览器一定要会这两个快速键 ，Ctrl 加跟 Ctrl 减。为什么哈？来，你不管 IE 的哈 ，IE 也是会有哦。你看，其实我们 IE 从 IE 7以后是资源不可。那么火狐啊 ，Firefox 是人家一开始就有。哎，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哈？因为老师平常现在在看所谓的这个网页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网站会有所谓的大中小，有没有？那为什么那个？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不清楚啊，尤其我们看的如果是那个什么英文的网站的时候，这个字都好小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对眼力来说很不方便。好，比如说你看这个，你看这里就会有，哎，假如这里没有吗？哎，今天没呢，可是很多会有，我看一下这里，它会有所谓的大中小。哎，今天没。啊，什么叫大中小呀？来，我给老师看一下这里。像这样子。安妮，这里有没有中跟大？按一下，字觉得太小，有没有字变化一下？对不对？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看这个内容之后，我觉得这个字太小，那我就可以稍微把它变大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这样子还是不方便嘛。对，所以以前我们不是都在这边有一个检视，然后就是那个叫做什么，有检视，然后字体大中小嘛。对，可是这样还是不 OK， 怎么办？感受加跟检视，那你刚不太短呢？你不干嘛呢？干的就很自在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干嘛一定要大中小？哦，只是因为大家不习惯了。那这个不只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IE， 您看到这个 Google。比如说您看到我这里，好，我们点到这边来的时候 ，Ctrl 加跟减，不管您用数字键还是那个英文键盘都可以，有没有？这变得很简单了。尤其看英文的时候，英文网站的时候最痛苦，因为字都那么小，好，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，很简单的就让它网页变得聪明一点。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要写在前面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按键，然后还特别去把那个 Windows 的字体怎么样？反正100/120，这样没有用，这样反而会比较麻烦，很多用程式看起来更奇怪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您自己要会的。那所以说，您说用 Google 还好，还是用火狐，这样都没有关系。好，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给各位看一下，就是如果您已经用到这个，假设您家用这个最新的这个所谓的 Google 的浏览器，好，您会发现 Google 浏览器有个好处就是它的速度算是比较快。那当然 IE9 现在也快，很不错，但是你看到齁，新版的这个 Google 浏览器呢，下面有分三种哦，有没有？还有分三种，第一种这个是看网页的，那第二种呢，现在因为怎么样，网站的技术越来越成熟，很多网站，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有用过一个云端呢，把那个背景怎么样，内容感知，有印象齁，把它给停走啊，对不对？那类似这样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多，所以以后呢，浏览器就好像一个什么用户网站，所以我的类似我的对岸那种感觉就是，它变成一个浏览器，有没有？像这样，所以你可以把你要的，比如说像这个，我点进去，它就会打开。好，虽然它是上网，可是它变成一个就是好像应用程式那样，所以它把它称作这个。刚老师您大概了解吗？好，这个是新的那。他也把老师有没有用过那个前面老师开始用的智慧型手机，可能还没有齁、哦、现在不是 iPhone 啊 Android 很多，那么那些软体他们都有所谓的线上商店，现在不是这个很红吗？就是有所谓的 AP 啊，应用程式，那那个应用程式呢就可以像这样子把它，就是很多免费的，所以 Google 它上面也有这个东西，他就会推荐你很多那个很不错的网站，好，那你就可以从上面去挑，里面有很多的应用，那有一些可能也许跟我们老师教学有关系，也可以拿来用，比如说现在我刚这边给各位看的，这个还在下载中哦，这个是人体的，
如果老师你教那个，我们现在国小里面有要教到那个动物，还有就是那骨骼的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互动的，三 D 其实互动的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刚好老师都换了那个微笑生了，对不对？现在电脑都可以看，显示码都够。这个可能要一点点时间，现在我们从这边比较慢了。它就是像这样，它有很多系列。所以老师，就算你没有智慧型手机，不要紧，很刁难症。这里也有很多啊，就是很多应用程式，你可以从这边找到，比如说教育类的，它里面就有很多跟我们教育相关的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它就是把它做成所谓的类似像这种东西。好，你把看你要哪一个，假设好，我的就是这个，好，我就是这个哈。那假设你要这个，你按一下，它就问你。你要不要加入？在上面会有一个什么？这个，你可以把它加入到你的里面去。有的是不用钱的，啊，有的要，有的不用。对，所以像这个，如果是不用的，你就可以加入，因为这个我都有刚好已经有加入了哈。像刚刚这个还不错玩的，这个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不是爸妈买的。宝宝肯定是买单，他跟我摩尔庄园，他跟我 A， 对哈。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个叫做线上的热招。你可以自己你看哦，这是互动的哦，你看，有没有？你可以自己把玩具加进来，积木加进来自己组合啊。所以你看右手边就是人家组合好的，而且你可以把自己把它存下来。那可以自己选择着色，那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，所以这个是还蛮有意思的一个线上的软体，小朋友他可以在上面直接就线上做使用，还蛮不错的，而且有中文哦，你看这个语言我已经换成全英全，有没有中文的哦？好，所以这个是给各位参考一下，我看这边出来有没有，这边还在等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等一下我们再来继续好了，所以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网站，那么你用这个 Google 浏览器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上面已经搭配那个翻译，但是网站我就是把它翻译之后就已经全部变成中文。那你觉得这样看好像没走，但是它是一个即时互动的皮肤，你可以看哦，我可以把它打开，这是皮肤，你可以把它关起来，有没有？你可以看它肌肉，肌肉长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肌肉关掉，你可以看它神经。重点是这个都是即时的互动。那你可以往前往后，当然我们现在看的是男生的，也有女生的，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，就是很轻松的哦。比如说我只看骨头，有没有？像这样我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互动的，会比老师用教具来的容易吧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是按那边指的，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右手边还有什么啊？你如果看骨头，假设我现在看的是消化道。好了，骨骼它还可以打开哦，你看哦，就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头的，假设我只要看头的，那么就是只看这边，你可以去看，到底是哪一个，点到它，有没有？它直接帮你翻译，你就会比较清楚。那你如果说，我在看的这个过程，它还可以看到去操作一下，你可以。比如说这个是耳骨，你可以把耳骨拿掉之后，你就可以知道说里面还有什么东西。虽然说这个看起来你觉得有的老师看起来好像很恶心，其实不会啦，这就是我们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但你利用这个方式，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比如说你想要看消化道长什么样子，那你就把这个消化的部分打开，把那骨头关掉，就可以看到。这样我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去看到我们消化道大概长什么样子。那这个上面它还可以做什么？还可以做标签哦，就是我的最爱。你有哪个地方你常在看的，你就把它加到我的最爱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方式。那另外呢，像这边，你如果想要看一下你心脏怎么跳，你把它点一下，它就跳给你看。所以这个其实是蛮好玩的，而且。像这样 3D 的这种即时的互动是慢慢的越来越多，好，越来越多。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是那个乐高的那个，
也是一样，这都是即时互动的。那这边的话，它就载入一定的时间哈。所以它的这个所谓的线上的应用程式商店就会降价。那我现在有登录了 Gmail， 所以你看哦，跟刚刚老师看不太一样。你看我点进来之后，它有没有是要加到 Google， 对不对？那就跟刚刚老师看到什么，请先登录那就不一样。好，那你加入之后呢，它就是会变成像我们刚刚一样，你就可以加到这里面了，加到它所谓的应用程式里面了。那万一有些老师加一加不要了怎么办？比如说您看哦，我在这边假设我想要把这个加进来，好，点一下，他说你要安装吗？好，事实上也不是安装啊，它只是放进来而已哦，前面多一台，对不对？你就下次就可以打字测试啊，或是打字测验的，就可以像这样去玩。那假设不要的，你要丢掉也没有关系，从这边，你看我把它丢掉哦。按着它，丢到这边，有没有？因为它这种跑出来。好，你平常没有的时候它是这样，但是你丢到这边来的时候，它就故意就这样就丢下了。好，所以等于说它这个操作界面其实真的很像在玩手机啦，手机也是这样用，也是这样用。所以这个是给老师参考一下，如果你用的是新版的这个所谓 Google 浏览器，你可以上架。那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呢，就是在教育类里面哦，你如果找刚刚那个，你可以用搜寻的，你找 human 就好了，人类就可以找到了。这个应该是第一名的，有没有？好，在这边，所以它有推荐的，你可以像这样去把它加进来。那你要切换的，你看心脏有没有在跳？哇，只有给它心脏在跳。哎，它还有一些心率不准，像怎么跳？很好玩的、啊。那像这种，你就可以把骨头啊，对不对？骨头部分你可以先关掉啊，你就看得比较清楚。然后心脏你看它在这样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及时的哦。后面的话就是冠状动脉啊，好吧，这个是主动脉弓啊，像这样你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嘛。所以你看免费的资源真的很多。好，好，这个是在浏览器的部分哦，跟老师补充。那如果你要变女生，这里有个变女生的哈、哦，这里。那如果老师像这个图啊，假设您觉得说，我需要把它抓出来，比如说我给学生看这个角度，那你要把它抓出来，这里有照相机，它就会把你的这个图把它怎么样抓下来。你现在这边有没有点击右键，你就可以把它存下来。这样就你也不用，我们上次不是有介绍过那个 pick 这个吗？对不对？你可以用那个抓，那它本身也不用这种抓的功能。好，所以。这个是这个蛮特别的网站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一般如果您点到左手边之后呢，它右手边都会出现它相关的情形。好，所以你就可以先去找到相关的资料。好，现在这个就是我们针对浏览器的部分。那火狐大自然里面什么太大问题？火狐的浏览一般都还算蛮顺畅，好，还蛮顺畅的。所以当然上这个地方也会参考。对的。我用 Google 有一个地方老师要注意一下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会没有首页哦，没有首页。好，所以如果您需要首页要出现，从这边来有一个选项，好，工具里面有个选项，点一下，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显示首页，有没有？显示首页，好，这个你要勾起来。那么在 I 里面，我们通常要按确定，这边不用。你只要打个勾，你看我现在如果不打勾，有没有发现我上面这个首页就马上就不见了？好，你再打个勾，你们现在应该是这样，你要打个勾，有没有就跑出来了？他不用说按什么存档，反正打勾就算了哈。这样老师应该就比较清楚了。那我把画面还给您，您可以再尝试看看。